夜华，夜华，你醒过来呀、啊！夜华，夜华，夜华生气。六十三号郭凡宇挂了，郭凡宇，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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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六十三号郭凡宇挂了，我让爹妈挂了。Autobots, Roll out.Bumblebee Megatron, Soundwave Megatron, Bumblebee, I am Optimus Prime. 土油鸡，土油鸡，素不拉鸡，加汤蒜头鸡。土豆，土豆，我是北港的土豆，我的土豆是用电脑吹的哦，请大家赶紧来买，谢谢啦！哒啦哒啦哒啦，夜华，夜华，你醒过来呀、啊，夜华。夜华，夜华生气。在风波最惨的是宪兵特勤队。宪兵特勤队成立于民国1967年，是国内反劫机反恐的钢铁劲旅。哦，人家你这，哦，我看这平常时爱啉凉的吼、哦，啊爱食面，无爱食饭吼，敢是？我看哦，人客，你卖吧，没关系，我师傅较细啦咧，安尼敢好？好了，主播，目前记者所在的现场正是位于台南市的这一处民宅内哦。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名一岁半左右的孩童是因为严重的起床气而造成他心情的不便。那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孩童，我们来看看校长的访问。看来目前这一位一岁半的孩童还是不愿意说出真相哦，将会继续在现场为您守候。我先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主播。好的，主播，目前记者持续在台南市的这一处民宅为您守候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躺着的正是刚才因为起床气而发脾气的这一位小朋友。那么目前呢，他已经穿好裤子，呈现一个卧躺的姿势，在这个床上持续的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床上。好的，目前记者没有什么任何的新的状况要回，我们刚一下现场交给朋友主播。主播，欢迎微秀影城，请从左侧出口出场，洗手边在左手边，停车消失在右手边。再次感谢你的加入，请不要忘记自己随身的物品，谢谢。